拉酱，白色是紫苏沙拉酱，它可以使用。啊？那中冠里脊是哪位呢？里脊。炸猪排的。炸猪排里脊是我。就是猪排附赠的鸡翅吗？谢谢你。那当你磨完芝麻之后，不要沾到酱汁，收回来就可以了。待会先帮你收起来，成为小盒子哦。那这边猪排酱可以加到磨好的芝麻，待会好。谢谢你。这个。